어떤 사람이야 아이돌이든 나는? 开启搜寻引擎，只为了解对方多一些。暖男梁世宗为秀智饰演的李斗娜所做的一举一动，好多人都要融化了。안녕하세요 ，DreamSuite에서 메인 보컬을 맡고 있는 이주다라고합니다。我的女神是由斗娜新花絮曝光，记录着曾是女团主唱的秀智舞台上的高光时刻，但她因某些缘故退出演艺圈，重回校园，却也因此和梁世宗在合租房中相遇。내가잘못했지자신도없으면서선부터넘은거원준아우리친구하자事实上，秀智本身也曾是女团 Miss A 的成员，不少人直呼看她演这故事超有代入感。同时，朴恩斌在《无人岛》的 Diva 中竟也有个新梦。나는무인도에서목하다나는말이요오늘먼훗날에나를봤어요在前往首尔参加选秀的路途中，意外流浪到无人岛，这一困就是15年。重回真实社会后，尝试和世界接轨，但他没因此放弃梦想。作品预计月底上线。最近朴恩斌还接下釜山影展开幕式主持，怎料在这个节骨眼，搭档居然临时挂病号。哦，이분은엄청유명하신분이잖아요。这外表很有名吗？아솔직히이분이더잘생기셨는데突然被诊断有缺血性大肠炎的李帝勋，动刀后持续养病，却也因此无法出席釜日电影奖以及釜山影展开幕式。到时朴恩斌一人将独挑大梁，想必其中压力难以言喻。TVBS 新闻，接下来谈不到。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